这个 Rush 我们的同卡企划，好不好？奇迹道具机会。这次番外篇比较少篇啦、啊。哦，心灵求知力。哇哦，死花。来吧，好不好？然后各位应该已经看到我们第十弹的企划完成，所以没错。其实认真讲啦，蛮多人会去问说，哎，我们的企划如何？比比鸟，小智的第一只飞行系宝可梦。哇，五三哎，五三配。好，那我们回来讲一下我们那个企划是怎么去推的。哦，各位应该知道是我们是一到四弹嘛，传一到传四，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判断说我们不知道是不是 Rush 弹，所以我们就推测说，哎、欸，搞不好是新弹的新弹一到新弹四这件事情，所以我们就很大胆去做了一个假设，然后由北龙爹这边去刷一个公告嘛，因为各位应该已经知道我们博大工作室的企划非常的多，那我们也是一个无偿的使，哦，给大家去做一个使用，只要来标记个井字号的一个头大工作室，其实说一句老实话啦，哎，企划是人想出来的，对不对？那说真的，我们也是希望说这个机台玩的花样多一点，不只是为了打牌，而是整个游戏的一个过程，好不好？各位，好啦。攻击轮盘，我们来专心打一下。瞄准，攻击敌人。看红了，捕捉机会就是现在，把球丢出去吧。来，投个球呗。时间，奇迹道具奖励。走，接应手司令哈。把摇杆球向前飞。高级球，三秒，刚好。蛮准的，今天有那个感觉在啦，但是说实话这弹高技球好像不怎么给力嘛，对不对？哎，是不是？可是妈妈要做一件事情，对，我就是要吓他。好，大金块应该没接关，我来看一下，还是到是不是？哎，对，哎，我说的没有错。要玩对战，来猫扫回合，奇迹道具机会。哦，太好了！其次，选择能捕捉的宝可梦吧。看你喜欢哪一只？这个吗？可以。不一样。按你决定。哪一只啊？可爱。哇，这一只终于出来了，很感动。捕机会就是现在，把球丢出去吧！捕获时间，把摇杆球向前推，是精灵球。感觉如何？酷，对，对 ，OK， 点不对，还是要改了。好厉害，两只都中了。左边，右心，投下来，一边交换。我来看一下猫手那个运气有没有机会出个交换，有就有，没有就没有，反正有投有机会接关嘛，对不对？我来看一下猫手那个运气如何。是没有。一步。没有，哎，没有，代表这一弹的交换机会遇三加几率偏低啊。没有，接管有投有机会。发出过来，叫出宝可梦吧。出喊啦！好，来到六盘一次。太优秀了，是扳倒成功。来，有没有？好，还是出了。好，三，又是五三。要继续对额外对战。没有就要断掉。连续对战奖励，可以再度用一个卡夹哦。回复 XP， 对战开始。
基本上我们现在的属性打不动。对手的波形防御轮盘，瞄准黄色的符号。有点逆属性，好，不错，三分之一左右。加油！我方的攻击，攻击轮盘，瞄准金色的树枝。他速度太快了，速度太快了，多一下，大概抓个大约的点在这里，可以按下去。我以为打不死，有点勉强。我有点忘记77百多了。看一下猫嫂如何？把摇杆球向前，是精灵球。精灵球，还有什么？好，开始。